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。先遣军是抗日时期隐藏在各个山头的武装力量，这些人仍然驻守在自己的山头，各自为政。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，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。咱威虎山的火力那强，五大山包九大地堡，铜墙铁壁，你知道不？当年鬼子撤退，2000人的队，8个兄弟就拿下，考的是啥？三爷您老谋深算，使的是内奸这招。是六，全听您的。放你妈了个屁！